只要赚够元宝，谁都可以当财神。我是恭喜发财的发神。 真的没有听过。你们有什么要求，尽管问他，保证你们有求必应。我没说。家里有神仙的事，不可以跟别人讲，好吗？许愿前必须要念发神的经。发神经，零幺八五幺八零零幺八零什么？零七八五七八零五七七八。Lucky。 怎么样？你满意吗？把秘方卖掉，我们就可以分到100万。大哥说过，我们任家的秘方是不卖的。想知道我里面加了什么东西吗？不告诉我，就你我是可以帮你的嘞。你不是说一个人只可以求一次吗？哎，你神仙乱讲话了你。其实我不是乱讲话，那是昨天的事情。而且神跟人一样，很多 rule and regulation 呢都可以随时改的。孩子不要太暴力。 是不是出老千？为什么你们两兄妹一样的喜欢擦人家的眼睛，没有别的本事呢？上面有记，你擦过一个。喷什么喷呢？几根毛你喷什么喷？我打。